各位同学，你喜欢看电影吗？你喜欢做梦吗？如果你喜欢这两个的话呢，我今天要推荐你的电影哦。这个电影叫做呢《Inception》，那它的中文叫做《盗梦空间》。那这个里面呢，它讲了很多关于梦的东西啊。那我们今天开始学一些呢关于梦的一些东西，比如说呢，你有没有这个经验呢？这个经验呢，就是呢你在做梦当中呢，其实你在另外一个梦的空间当中啊。那这个叫做梦中梦，这个东西呢，我们就叫做 a dream within a dream。那另外一个呢，有一些梦呢可能非常的真实，那真实到呢你不确定呢它到底你是不是在做梦，那这个就叫 a vivid dream。 有另外一个东西呢叫 lucid dream， 那这个 lucid dream 这个东西呢，它其实代表的是一种新的一种科学的现象。那这个现象呢，就是这个电影里面所探讨的，就是呢你可以在梦里面呢，你知道你是在做梦，但是呢你可以控制着自己，让自己呢不醒过来。那这种梦的话呢，你要怎么去学习出现这种 lucid dream 呢？那这个科学家说啊，你只要呢在每天啊，你就这么做，你就拉自己的手指头，你就这样拉着啊。那有一天呢养成习惯之后呢，你在你的梦里面你就会出现这个动作。那这个动作呢，如果呢你发现你拉手指的时候呢，你的手指变长了或是断了，那你肯定在做梦。那这时候呢，你要尽量的让自己呢不要醒过来。那这时候你可以在梦里面做非常多的事情，但是呢这个是需要练习的。那最后一个呢，如果呢你在这个梦里面呢，比如说在 lucid dream 你一直醒不过来，那怎么办呢？那它就变成一个 nightmare， 一个噩梦一场了。那希望各位同学呢，你们都会有一个 sweet dreams 而不是一个 nightmare。